然后现在调整重量往里按，那找到 F0 旋转，找到 F0， 好 F0， 然后再按按确认往里按，啊，现在显示的0.9秒，0.9秒的话就是等于说是一个灌装时间，灌装时间的话，我现在要假如说要增加，我就把这个数字变大，啊，然后减少反方向，然后我确认这个0.6秒，就是说我现在要试0.6秒灌装多少，然后我要试要称一下，然后我把它又确认往里按，好。这样的话，再左右旋，旋到 B5C， 这个是一个返回一个界面，然后再确定，好，这样就设定到好这个参数了。